不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，都是苍白的。我为你，就是我都写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咔，你看。乐了，乐了，这是高兴了。小四啊，你要是觉得我像呢，你可以发一个微信。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，还让人举着吧？咋的？感觉肉麻呀？不好意思念是不是？您念不就完了吗？这有啥的？黄小黄就像老鼠。不对呀，差几个字啊？这贴的有问题，你咋两半贴的呢？这还呀？不是，你看误会解开了，这不还有吗？爱大米，这我爱你吗？你爱谁爱谁？大胆！还要爱大米？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、啊？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的行不行啊？行了，我上一边去行了吧？喂，不是，我就走了，咋？站住！不是黄小黄啊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。说啥、啊？不是，他呀，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，头三样我给搞砸了，但是第四样，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。我不想看，不想看啊！你要干啥？你来。你干啥？他就对了。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哈哈哈哈。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要干啥？哎，你有想法，我就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来，你瞅瞅，控制住啊，小四，干啥呀？来，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。我还什么晴天霹雳？你不让放烟花吗？听着啊，蹭。呛着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？他最后一想啊，可能是个蔫炮。哎，行，小四你行，你太行了。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。你在这干啥呢？耍呢？玩呢？我不是要惊喜吗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。放花是吧？放，可一宿放。啥意思啊？嗨，这还听不出来？让你可一宿放，成了。是吗？这确立关系了，这是没毛病。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，小脸真的，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。哪个？你啥也不是啊，你呀、啊，我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啥？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。你什么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啊？你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吃的大俘虏，你、啊、谁的大俘虏？哎，大晚上你俩吵吵啥？玉米来了哈，你来的正好啊。于小脸啊，坏我好事儿。谁坏你好事儿啊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说你在这整的皮儿片的，到时候不都我给你收拾啊？坏你啥好事儿了？我看你俩配合的挺好。啥意思啊？蹭荡，蹭蹭荡荡。好了，你都看见了。你俩这花放的多好啊，又开色儿又环保啊！你看见了，正好啊，你给我评评理。你说如果真按照我刚才的那一个步骤下来，黄小黄能感觉不到浪漫啊？我觉得吧，这事儿于小脸做的没毛病，是不是？他不让你做这些，是他保安小区的职责，这都是危险的事情。我觉得哈，小四你今天
表白失败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你不了解女人。其实浪漫很简单，比如她喜欢苹果，那你送给她一个大苹果，她就很开心很满足，这就是浪漫了。好好体会一下吧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。我还真是不太了解黄小花，从今天开始我得好好了解了解她，我得先知道她喜欢什么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，我好好想一想。你想想小花啊，你想想，别帮人家了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啥呀。其实你不就喜欢听歌吗？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首歌要送给你。你呀，就好比那首歌。妈妈，我就好比你的母亲呗。于小雅，记住了。不是老舅啊，你等我，街坊邻居帮我看一下，一会儿我就回来收拾啊。喂，咪咪啊，哎，不是。